但见一片山水色，又见山水亦如空。迷则见色不见空，孰知空色本来同？正片开始前，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哟。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心经讲座，讲的主题就是无老死尽啊，乃至无老死尽啊，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无老死尽？用白话来跟各位交流，就是要形影不离，伴随永生。恭请虚空的盘古爷啊，观音，还有西阿女王啊，一起来给我们众学者背后的虚空，来进行加持与护持。正文里面提到，乃至无老死。他说啊，既得无明尽。我们前集讲到无明，无明要怎么处理？请回去听前面那一集。就变无老死，诸佛修行只到无生处，生即无，生死何有？活不见生，是活见。记得这一句经文很重要。活不见生，是活见。经云：若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是菩萨。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明菩萨。但凡是见性之人，目前无法，亦无众生心活。以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平等真法界，活不度众生，一体同观，万法归一，同是咒心魂。那么，如果能够修到这一步，生则从他生，死则从他死。若是道家的人，不见有生死，亦无生灭。哇，这个经文很深。大概只有背后的虚空才能够听得懂。但是呢，你的人的心如果不理解、不懂，你背后的虚空也很难懂。因此，我们今天有观音、盘古爷跟西阳女王，就是大势至菩萨莅临，给我们背后的虚空来加持。首先，我们再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这里提到的"活不见"，也提到了不见有生死。这里的不见，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今不见跟看不见什么差别？这个就是关键点。《金刚经》里面特别提到一句，叫做"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这个"见"在《金刚经》里面的"见"是怎么解读呢？很重要，你人心一定要懂，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也就是说，你要修炼到你的心跟佛、跟众生没有差别，那你要心怎么样才能够跟众生无差别呢？《金刚经》告诉我们，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因此密心了。不可得，密心 S 的学者，都是已经什么接上天心的。密就是你抓到了，你稳稳的抓住天心，不可得。好，今天就要跟各位讲为什么是不可得。那个不可得是看不见，为什么？你只要活不见身，那是活见。这里。修到这一步，不见有生死，亦无生灭。这里的"不见"是看不见，所以呢，我们密心了，等你的心跟你的天万缘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万缘跟你的天
附在你现在的这个人心的大灵的时候，等你大灵一脱体，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就成一个光团，这个光团叫做坐心魂，叫做金毛狮子，一个光团，所以看不见。还在修炼阶段的人叫什么？金不见。所以呢，不能见如来，表的就是金不见。啊，心经有一句很重要 ，S 说的：“金不见，路亦不解香客路。”大雄宝殿烟如云，等大灵脱体的时候，谁知道呢？可以知道，梦中可以知道。当你梦中，你没有看到自己，却看到了梦中有一个像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我们学者里面都已经可以知道，他在梦中那一个人，就他自己，他可以读起他的信息，也知道那一个人就是他。这叫金不见，不是看不见，因为你在梦中你是看得到那一个人的，你看得到他，这叫天眼通，所以叫金不见哦。你不只是可以看到自己，你也可以看到你累劫转世或者原始在天上的父亲啊、母亲啊，甚至于你的原配啊，都会来。啊，就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自己，这个叫做未来心，就是说它能量很高，就是未来心，哦，它跟天的层次是很近的，所以你要跟它融合，要慢慢融合，就是你用现在心去融合未来心。那过去死掉了，你能量比较低的，一回来就跟你融合了，叫过去心，啊，这是一路。那另外一路呢，就是你的亲朋好友团能量高的也来了。啊，所以呢，以后我们心经会特别提到，如果是自己的，你都要修炼到哪里？心空接地，法空接地，到这里。好，你能够完成了，那如果是亲朋好友团来了，你就要进入哪里？进入大家一起归心，合一到业台，这个就是接地，接地，心空法空。再接地一次，第三次就是一起接地，婆罗身接地。这个身就是你还要融合你累劫转世你的天下界做遗失的二到六级能量，这二到六级能量的过去心，它有一整团的亲朋好友，通通都要融合。这一点特别重要。接着我们要讲，那怎么样是看不见呢？看不见，《金刚经》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泡沫幻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是什么？这是看不见。应作如是观就是你啥都看不见。接着呢，最重要的呢一句呢，就是和尚曰啊，无影树下，宵夜迎风，无缝马前，安身立命。妙 S 解释，修到此就是大彻底之人。何谓大彻底之人？幽灵已过断魂关，无影树下如睡莲啊。我们学者的梦中也看到了苍天大树，因为你现在还有影，所以你看的是天眼，看它就长了苍天大树，它就是你的保护神。这是我们学者自己的梦的哦。可是当你大灵脱体的时候呢，这棵苍天大树就变成什么？无影树。导引的，这非常重要啊！但是如果你不想走，还可以行黑夜道回归啊！这个你的天大概不允许你。好，谢谢大家的收听。二月早春似冷清，太湖风起暗波纹。桂花酒醉香池外，犹忆当年兵马行。又曰长忆昔年三月三，瑶池湖畔忆桥边。鬓飞彩泥交生移，九宫盛会巧对联。热闹热闹，
上述小令，寂寂是色，寂寂亦是空，正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